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加德拉哈布利，我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南县，我是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上的一名操作兵，今年我退伍了。这是我退役时候的合影，这些都是我五年朝夕相处的战友们。这是我退役时候的纪念品，是我们海军辽宁舰的模型，我特别喜欢。我们哈萨克族是马背上的民族，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。我在上大二的时候，海军到新疆的高校招收女兵，我很幸运如愿地当上了一名海军。我当兵五年，不仅学会了游泳，还学会了开战舰。2016年我还去了一趟香港，我特别高兴。这是我2018年4月份参加海上阅兵获得的纪念章。这是我2018年12月份获得的优秀士官证章。妈妈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好。这是我爸爸，阿杰。好，你们好。我的爸爸妈妈现在都退休了，妈妈在家里照顾家庭，爸爸现在在驾校当教练。这是我的看女儿的时候照顾上的。2017年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弟弟去辽宁舰上跟我一起过了春节，我特别开心，也特别自豪，让我的家人看到了我的工作。这是我弟弟宝荣。嗨，大家好。弟弟很优秀，大学考到了上海。是我家乡的公园，冬天特别好看，特别漂亮，满地下满了厚厚的雪。2020年12月，我退伍回到了我的家乡，回到了我出生长大的地方。这里特别漂亮，以后我要为我家乡做出贡献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的家乡。